你有看过吗？第一点有哦，你怎样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怎么跟答案这么不接近？巧克力小小的，一粒小小，不是？哎，你好好讲话。你说小小的，所以巧克力小。我们人卡住要人工呼吸，马桶卡住要人工呼吸呀。是马桶 CPR， 马桶 CPR， 马桶 CPR， 马桶安妮。西子好了啦，西子，很日系啊！我知道了，他的名字叫长盘西子。快来娱乐小时刻分享影片喽！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喽！耶！好久没有来了，好兴奋哦！这个你应该很在行啦。啊，这是哪个？生活智慧玩。完蛋了，我先走了，我先叫计程车。这个单元好玩就在于不是要答对，而是你要给他名字。对，就是你觉得他应该要叫什么名字？你可能平常很常看到他，但是会有名字吗？哎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这个应该蛮厉害的，因为我常帮人家取绰号。耶，欢迎东北乐。耶，我们终于看到你了耶。对。来了来了，终于来了，谢谢大家的敲碗。对呀、啊，我们今天要录的这叫做生活智慧网啊，太好了。我们的招牌单元就是要考考你，这个东西平常好像我们都看得到，但是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？听说宫美乐对于生活类的他很在行，好，对，就叫我让呛先啊。对，我是非常有智慧的人，看着我的眼睛，应该就感觉非常有智慧，感觉出来。你怎么感觉没有成功？没有，我刚才想说这集的题目应该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吧？对，因为都跟美食有关。我感觉你应该会全哎，都跟这样，前面跟美食有关，吓一跳，跟美食的食物链有关，就是从美食到后面一条龙，一条龙。哦哦，对耶。总共几题啊？四题而已。好，那对对，我觉得我应该只会错一题而已。我相信你应该会是我们荣耀剧组里面应该会是完全荣耀智慧王，对，荣耀智慧王。欢迎欧仁几位学生姐，也是不过安琪跟杏红啊。听说最近在招。招楼，我还有时候招贴钱。招楼，对，要很会跑哎。哎，你们知道他都抓到我，你居然抓得到我？对啊，我想说来休息室看一下，实在休息室就抓来一起。那我膝盖都已经跑到 my car 了。对，刚刚是这样走过来。哎，我现在有点像谁什么样？对，怎么会弄了一个跟当季水果有关系？你说好应景哦，对，想说奶机太小了。麻烦镜头，请慢慢摇到下面。好了，因为这样子那个摄影师比较好带。对啊，外接什么搞？落差太多。对啊，两个人的戏大概走到什么地方啊？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，就是大概跟离婚差不多了。就是有他的戏我就没出现，然后有我的，有我的戏。有啦，刚刚看到是一起的啦。对啦，最近有了，最近又复合了，有修补，最近又和好了，最近又和好了。耶，欢迎秉宪哥。在南美洲啊，有没有最爱吃的东西？就是牛排啊。哦，就牛排。可是我们今天要问的跟牛排没关系，怎么啦？我是想问你披萨有关的东西，就跟美食有关。披萨，阿根廷也吃很多。哦，对对对，还有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，对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我觉得秉宪哥一定知道这个东西，要问的这个东西。对对对对，我觉得应该对他来讲没有问题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来，请问。披萨上面的这个东西，你有看过吗？一定有哦。你怎样？一定有虾米米啊？平常爱吃披萨吗？龚美乐？蛮喜欢的，我以前还有在披萨店打过工。哦，那这一题你应该要答对喽。是必须的。必须的，请问他叫？披萨撑。哎，披萨撑是吗？真的？披萨撑，披萨撑。哎，真的好聪明哦。是吧？答对了，怎么可能？恭喜你，答错了。我觉得他的名字会不会有什么稳定器之类的？哦，披萨稳定器，这个算是很好厉害哦。哎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对，彤的意思就是说，它等于算是一个轴心的意思。对，就是一个那个圆心，像那个圆规有没有？然后因为它有那个插住它们嘛。哎，我真的觉得你好聪明哦。真的吗？怎么跟答案这么不接近？披萨中间的那个。披萨中间，不知道。披萨中间的。那一定有名字，披萨分割器。大概是第8654位披萨分割器，很多人都这样讲。对，那跟披萨有关系吗？有关系，所以它一定会有披萨这样。对，That's right。
披萨是吧？披萨是披萨，就是在是空中披萨，意思是什么？披萨立板，你是斜塔？这是哪里可以联想到？披萨矫正器，披萨，披萨影视美。我看过哦，你看过披萨叉，披萨叉，披萨固定器，披萨固定器，固定器，哇塞，你应该是第8699位。披萨固定叉，披萨固定叉，那个披萨真会，披萨真会，三角披萨叉。哦，因为它有三只角，可以讲几个字吗？四个字，四个字，披萨盒顶。哦，披萨盒顶，有了。你看，我们提示一下，答案就快要呼不出来了。恭喜你答错了。其实它有英文呐，它叫Pizza Saver， 对 ，Saver， 对 ，Saver， 不是 Server 哦，不是 Server， 我们是点到一些 Server。哦，我很确定他不认识我。哦，因为你也不认识他，也非常不认识。好了，他叫披萨救星。披萨救星，救星哦，它叫 Saver， 它从英文翻过来，它就是拯救了这一块披萨。对啦，就这样盒子标中间就不会，就不会会有热气嘛，它一定会冒下去。丢丢丢丢丢丢丢！哎，但炳宪哥的逻辑很清楚，哦，他知道那是要拯救披萨，拯救披萨，他不是来，他不是来拯救披萨。第二题，这你一定也看过，请问这个东西。它都会撒在那个面包上，或者是那个蛋糕上，有没有？而且它加在冰淇淋上超好吃。对，所以你也喜欢吃这个。懂吃，懂吃。请问它叫做？我刚刚还说我只会错一题。对，四个字。嗯 ，OK， 我知道了。我觉得它应该就是叫这个名字，有没有把握了？因为它的名字是闪亮脆脆，是吧？对，不是彩虹脆脆。哦，彩虹脆脆，闪亮脆脆。哎，你最近很常上脆是不是？它跟巧克力有关，巧克力脆。巧克力脆，等一下，不是巧克力脆，就是巧克力脆。可是巧克力脆已经算接近，很接近了。那巧克力是对的吗？巧克力是对的。巧克力小小的，一粒小小，不是，你知道好讲话，什么巧克力？你说小，你说小小的，所以巧克力小。彩虹巧克力。哦，你有三个字对了，答对三个字了，就是巧克力吗？龚美乐说。巧克力小，小，还是巧克力小大小的小，巧克力霜，哦，对，巧克力棒，小豆豆，巧克力豆，巧克力豆，再小一点，这为什么？为什么小豆豆？哥讲小豆豆，我突然觉得有点心虚，有点情色，有点害羞，对，就是很小的小跳蛋。没有，他说的是我们吃的跳跳糖啦，不要想歪啦。哦，我们小时候都有吃一种跳跳糖啊。哦，原来我们那个跳跳糖，炳宪哥的认为是跳蛋，因为他国外长大的啊，看我圆的多辛苦。跳蛋是有放电子，这个没有啦，放电子。哇，卡在上面。哦，不然呢？那你接近了，接近接近，巧克力什么？巧克力，那个什么？巧克力豆，巧克力豆，巧克力粒，巧克力粒，巧克力粒，跟乌克丽丽，巧克力粒，巧克力粒，巧克力粒，是目前我们听过最接近的答案。巧克力粒再少一点笔画就正确答案。巧克力粒，巧克力粒。这一粒一粒的彩色的叫什么名字？巧克力米。好强啊！他演的啦，好强啊！不是，真的假的？等一下，你是本来就知道吗？你是他长得像米啊！你是第一个答对的，是第一个，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假的？对的，演员里面，我以为他们演的，没有，你是第一个答对的。其他演员我真的不知道你们。你一定有学过什么点点执照？没有，完全不会做。他就是爱吃，爱吃。下一题。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啊，他会做那个包装，他绑成一小袋竖起来这样。哎呀，松又短。哦，你跟我没了，你跟我是邦提圈。对，邦提圈。丢邦提圈，我们上一次有考过的邦提圈。那他就叫做亮包邦提圈。他的名字是两个字。两个字而已，里面是铁丝，那外面亮丝。亮丝。亮丝。绑带。哦，答对一个字，第二个字对了，第二个字对了，绑带，彩带不对，银带不对，银带就是银色，好险好险没有白色，转带，转带，很常
的，是吧？你那个想象力很丰富哎，两个字，树。人气，我不能尖叫。缆线的缆啊，哦，电缆的缆，对啊，哦，什么带啊？缠带，不是缆带。请问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？封口卷，封口卷，合理，合逻辑，封口费。封口断带，封口断带，还有猜中一个字了。其实答案是两个字，他已经猜对一个字了。没错，折，因为他要这样折带。哦，我要猜中了，对了吗？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太巧了！哎，你有泄露题目，你有泄露，我没泄露啊。他怎么假的啦？恭喜你答错了，他是什么带？他带，每段和解他干带，跟 magic 有关，跟 magic 有关。Magic 魔带，恭喜你答对了，魔带，好厉害哦！最后一题喽，最后一个了，对，就是我们吃东西的那个食物链的最后一个环节，就会遇到它。我想问一下那个彤彤本人，假设你要去买这个东西，你要去五金行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有时候食物量很大的时候，隔天会需要用到它吗？不，或者是不小心堵塞啊？但我家里没有这个东西，哦，真的假的？你都用手？没有啦，现在有很多方式啦，就是 YT 有很多教学，不用手就可以了。塑胶袋把整个马桶包起来，然后用胶带封紧，按水，它整个会浮起来，你就把它压下去。真空的概念，真空的概念，因为它这里算是小真空。对，它的名字两个字，就吸雨，还是吸子好了啦。吸子，好日系，很日系。你好，我在西瓜吸子的，有在西瓜那个意思吗？吸子，吸子不错哎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它的名字叫长盘吸子。通常都会怎么叫他？你我知道一定，我相信啊，99%的人应该都会叫他通马桶的，对吧？像我们讲的，我们都说那个通马桶的，对啊，汤杯烫，去五金行买那个通马桶的。这个名字真的，我听到的时候我有点 shock， 只有两个字，对，很特别。好，我猜他叫魔通。魔通有吧，就是还是叫马桶救星好了。马桶救星啊，对啊，我们人卡住要人工呼吸，马桶卡住也要人工呼吸啊，也是也是，下不去的，下不去，马桶 CPR， 马桶安妮。不是啦，不是叫马桶才是安妮，马桶才是安妮，这个是我们，是我们的。请问他叫什么名字？吸马桶，通便器。哦，三个字吗？两个字，两个字。通气，通气，这什么通气？你觉得它叫什么名字？马桶吸盘。哦，马桶吸盘。紫薇来，快点。马桶通，马桶通，马桶通通啊！马桶通，哎哎哎，马桶通哎，这是桶通。以后你们小朋友就来把那个马桶通拿过来，拿个桶通，桶通，桶通可以耶。我跟你讲，他西班牙文叫索爸爸，就是好厉害，吸马桶的东西，索爸爸，索爸爸，索爸爸，哦，好专业。中文我就不知道。那我问你，索爸爸这三个音拆开来有任何的意思吗？比如说索没有爸爸 ，S O P A P A， 对，它只是一个爸爸，对。爸爸是不是便便的意思，啊？不是不是，爸爸其实爸爸在全世界都是爸爸，对，阿根廷也是爸爸。不是，那为什么要索爸爸？就是这个名字，我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怎么叫索爸爸？为什么要叫西爸爸呢？西班牙文有很多东西，它是两字把它凑起来变成一个字。哦，比如abre 是打开，哎 ，lada 是瓶子，哦 ，abre lada 就是开瓶开瓶器，哦。哎，生活智慧王，今天我们学到了一课西班牙文小教室，就是一个东西，对，西班牙文正确解答，它叫做揣子。
对，不好意思，川是哪个川？跟我们一些不同的交流。你看波叔就知道，他长在这。对对，那个字应该是这个字，但是这个川我就真的想不起来，对，他会怎么写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但是我们至少学到了那个西班牙文，对，叫索爸爸，索爸爸，好厉害哦！耶，以后我们出国就知道了。就住旅馆马桶不通，我就跟柜台说索爸爸，索爸爸。我跟你讲，你去讲那个西班牙文的地方，厕所。巴牛，巴牛，巴牛，有没有很像哦？哦，巴牛，巴牛，生活智慧王哎，又学到了。我是啊，会放牛，放牛，放牛，巴牛，巴牛，巴牛，他这样，他就告诉你，对，他们有很多公共厕所，好厉害，好厉害哦，耶！谢谢李宪哥，宪哥。